韩国巨星 Rain 一现身，马上秀中文，一句好久不见，掀起现场粉丝尖叫声。十二号晚上 ，Rain 出席精品品牌活动，一身灰色开襟上衣藏不住好身材，粉丝高举双手，闪光灯闪不停，想尽办法捕捉男神身影，人潮一路向外绵延 ，Rain 也展现亲民一面。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签名，挥手招呼，样样来。Rain 久违再度来台，引起追星热潮。精品品牌瞄准超高人气，纷纷邀请韩星站台。通常还有蔡诗芸、谢欣颖等艺人，就青蛙泳巨星加持下，能同时带来人潮、炒热、商品买气。三立新闻王晨宇、罗佩玥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